我是公关列车的那111年6月2号，瑞芳，瑞芳站了18点59分，我拍的是4232次，北湖发车将沿线到苏澳，北湖七站留下七次车往阿宝圈的，在瑞芳站驶离哦，拜拜。我觉得搭这台呀，32次北湖发车将沿线到苏澳，这台圈都回来的，那毕竟一去到每次都要卡那个点，对啊，我也不喜欢。都下面干嘛站门？都用不到，对吧？那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我的车往圈的。都下面干嘛站门？都用不到，对吧？那这还是再见，拜拜，晚安喽。